十到十块钟一下。这很简单，上面两块钱的上面，一公里的一公里就行。啊，上面那个盖怎么能拿下来的？你不知道？不用，上面盖不用拿下来，你伸手就行。啊，伸手就能摸到。啊，对对啊，一摸就摸到了。对，中间可以看到是伸手。你看，你看在这儿。什么情况？是吧？全在这儿，全在这儿，你这种情况呢？这个都不用钱呀。机器，机器啊！开着机器。嗯。给我开开。那你就这样。连后面那些机器都可以开。正规操作，这不是？你要扶一下刘老师，再紧一次。现在加工工艺很好。能从哪取那点去？从这儿，这里。别在那个相点，那个不好看。我拿你手里把眼儿伸，在这儿取个点。超短线，咱差这几个米。